Yuqing， 你还记得一小时之前发生的事吗？雨晴，需要喝水吗？雨晴，你还记得一小时之前发生的事吗？我刚刚在跟一个个案说话，但现在有感觉到不舒服吗？请问，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你参与一个新型的沉浸式谘商服务的实验测试。你之所以会参加这个测试，是因为你之前跟我们提到和母亲之间的问题。你的母亲因为重病没办法说话，你想和她进行和解，所以你自愿参加了这个测试。现在你会发现现实跟虚拟有点分不清楚，这表示我们的实验相当的成功。系统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建构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世界，会让你以为自己就活在那个世界当中。为什么突然想回来？好久不见，想不到贝贝长这么大。我不想谈这个。你知不知道你女儿怀孕了？我女儿的事可以请你不要管吗？你现在跟我讨论管教方式吗？你有什么经验？看看我们两个当小妈妈好吗？那是我跟你的事，我在关心的是你跟贝贝。你为什么这么恨我？如果你这么恨我，又为什么让我来找你呢？我有东西要给你，这是我的美术老师，你爸爸。对不起，让你一直都没有爸爸。